您现在收看的是生命电视台。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是贪求善巧，啊，那么就是想要得到善巧度人嘛，想要要求善巧嘛，结果这个贪心是要不得的，啊，他不好好的求下功夫，把相应破掉就啊，比较有他的目的，结果搞错了啊，弄成这个样子啊，所以这个每一章啊，最主要问题就是在破贪，就贪是破贪的这个根本啊。有贪心一动，问题就来啊！魔的使令就是叫你去做坏事，啊，这个恶事一做啊，这个所有的功力、所有的功德成果都遭到破坏，啊。下面第二，啊，看出经文，阿难，又善男子，受印西庙，不招邪力，原定发明，这就是重提前面受印破的这个话。跟前面一样，不必再解释。三摩地中心爱游荡，啊，你看他每一种都有这一个问题。前面是爱圆明，这里是爱游荡，啊，非其金师贪求金利。游荡是什么呢？并不是喜欢去游玩，他的意思，因为这个想要破相应的人呢、啊。必定学过很多佛法，必定在佛法在文字上也下过功夫，所以他知道菩萨道啊要游戏神通啊，放荡自在，他想要学习这个菩萨道的游戏神通而放荡自在的那一种的情况，他想他心里想能够游戏神通到十方世界去亲近诸佛菩萨啊，那多好啊，动了这个念头，啊，那么他非其金师，非呀、啊，就是他自己下了大功夫，啊，要很努力啊去做啊，所以这个非字呢，就是奋起的意思，奋起精进用功的心，所以就是非，奋起精进用功之心，啊，想要学到像菩萨到十方世界去游化。去亲近诸佛，他这个精一专门专师的这个功夫啊，就下在这里，就贪求精力，精是精油，力是历练，要精油十方世界，历练于亲近诸佛的功德，本来是一番好心，可是他这个贪就要不得，所以要破相应的时候，绝对不能有贪，不能有爱。有贪有爱必定遭破，啊！而是天魔后的奇变，非经妇人口说经法，啊！这个时候天上的魔王，啊，知道这个方便要破坏你，那么他就派他的魔子魔孙，啊，妖魔鬼怪，非经妇人，这个妖魔鬼怪的精力，啊，他这个精神就飞到这个所附之人的身上。啊，这还是跟前面一样啊，他不能直接到这个修进的要破相应的人的身上去，因为他已经没有身受，这个时候他身受已破啊，不受你就没有办法进去，没有办法进去，他就要旁人的引诱，很毒啊，哎，他说利用旁人，所以我说他是在旁边找到一个邪法的人啊，来附在他的身上。这个人本来是不懂什么的，可是这个时候某一副啊，他也就会说法了，是口说经法。他说的法说什么呢？说是游戏神通，
啊，说他们说这个经历的啊，到十方世界的事情，因为投其所好，啊，其人亦不觉知魔着，啊，一言自在无上涅槃。其人就是这个魔附之人，魔所附的人呢，他自己也不知道被魔所着了，因为这个时候他的心力完全自己不能做主，完全是魔在做主，啊，既然是魔在做主啊，他。这个魔就利用他的口，就在说我已经成佛了，得到无上涅槃了，啊，那么来比求有善男之处，辅佐说法，来到这个求要心爱游荡的这个破响应的人的善男子面前，可怜呐，他就来破坏了，他辅了这个法座，在他面前跟他说话，这里他的变现情况跟前面不一样。前面是所附的人自己在变，啊，变比丘啊，变帝释啊，变妇女啊，变比丘尼啊，是那个所附的人在变，啊，而这个学法的人没有变，现在情况不一样，自行不变了，其定法则复制见身咒宝莲花，全体化成紫金刚躯，啊。自行无变，就是说法的人没有变，啊，说法的人没有变，听法的人就是这个要破响应的这个善男子，啊，还包含其他如果有其他的众生在内，啊，忽然之间自己见到自身呢，坐宝莲花，就是这个要游荡的人哈，哎，突然之间看到自己坐在宝莲花上，啊，全体化身紫金光去，跟佛一样。全身都是金光灿烂啊，哦，不得了啊，哎，一众听人个个如是，那位成就，一众就是全体大众，他可能不止一个，啊，他会请呢，找了好多好多人来啊，那么所有的人都是一样，哎，统统都变成紫金刚的这个身份啊，而且都坐在宝莲花上，啊，大家都是这个样子，所以叫做一众听人个个如是。只要有旁边有三个人五个人同时都会得到这种情况，这位成就从前不曾有过。世人以迷或为菩萨淫逸其心破佛律仪前进贪欲，这是魔的手段，魔他的目标就是在这里，他要破坏你，就是叫你动邪念啊。世人就是这个啊，要破响应的这个善男子，疑之迷惑，啊，迷惑依为这是菩萨，啊，依为现前说法的人是菩萨，能使他变成这个紫金刚身，啊，全身都光明灿烂，啊，那么坐在宝莲花上，这很特殊，啊，这个时候他突然之间升起淫逸之心，动淫念，要放逸，啊。因此他就会破坏佛的律仪啊，不敢公开前天的行这个贪欲的事情，这个贪欲最主要就是财神名食睡当中的第二个字啊，他想尽办法先破坏你这一套啊，只要你这一关一破，不但是响应没有办法破啊，连前面色受二蕴已破的也会啊整个遭到消失啊，所以非常可怕。口中好言，诸佛应是某处某人，当是某佛化身来时，其人就是某菩萨当来化来化人间。这个魔很会啊说法，说一些怪话啊。他的嘴巴里面啊，这个魔所附的这个人，这个嘴巴里面很会说哦，佛呀，应化在世间。某地方随便指了，这个某随便指了，他想要指谁都可以了。某地方某个人，他是某佛，是哪一尊佛化身来这个地方的？这个人某某就是菩萨化身的，啊，他是来游化人间的，都投其所好了。你喜欢到十方世界游历吗？不必了，你看现在。我把佛菩萨都搬来，都在这边。其人见故，心生请喝，
邪见密心，种子消灭。其人就是这个想要破响应，心爱游荡，贪求经历的这个人，看到这种情况，因此之故，心就升起，钱是整个身心都投进去，恳求他来学习。可好像嘴很干，要吃要喝水一样，就是对这个邪魔百分的要求，希望能够知道，这个游荡的这种境界。由此邪见密心，心中秘密中所有的邪见都升起来了，那么想要求成佛的一切种子从此就消灭了。种子就是一切种子，三圣圣哲之中有三种智，声闻人，声闻缘觉有一切智，菩萨有道种智，佛有一切种智，佛的一切种智就是包含声闻的一切智跟菩萨的道种智，两种同时满足，究竟成就叫做一切种智。他想要求成就佛国，一些种子的功能呢，整个消灭了，都可惜了，所以这个魔的做法，实际上很容易辨明只要你一听到他的法，一看到他的动作，心会升起这个邪念的心，那绝对是坏事，绝对不是好事，如果这个心一动，那就是完了。如果你没有办法控制的话，那问题就会来了。此名拔鬼，年老成魔，闹乱世人。这个叫做拔鬼，所做的事情，就是天魔把这个拔鬼派来破坏这个人。什么叫做拔鬼呢？第八卷鬼道里面，第二，有一条叫做贪色为罪。世人罪逼御风成形，名为拔鬼，就是憨拔鬼这个鬼到了年老了，时间久了就被魔王所录用派他专门破坏这个贪求游历的人，贪求游荡的人他就破坏他那么他的破坏的办法，因为他是御风成形的，是憨拔之鬼，所以他这种鬼如果你碰到他了，这个邪淫之心更会坚强，更可怕。所以他年老成魔了，闹乱世间的这个修行人厌足心生，他不会长期把住这个所附之人他是来玩的。玩了一段时间，玩够了，他目的达到了，把这个修行人破坏了，那么因此他就去避人体，他厌离了，这个没有什么意思了，玩过就算了。那么他因此就是离开这个所附之人的身体，弟子于是俱现亡难，同时都会遭到国家的法律制裁，汝当先觉，不入轮回。如果你先能觉悟这一点，时时提高警觉凡是有一点魔气的地方你就远离它，那你就不会造业，就不会入于六道轮回，生死就能够超出，就不入轮回这两句是警觉，叫修行人时时要注意，不要被魔所惑。迷惑不知堕无间狱，如果你迷惑了，不知道遭到魔境，那将来造成这个无间地狱的罪业，妖魔鬼怪的福享尽了，就要堕落就是妖魔一样也要堕落地狱他造来的罪业罪业最后也要堕落，可是他现在先把你拖进去这个是一种可怕的事情不能有一点点迷惑所以古人说不怕念奇只怕觉痴，觉悟太慢了，问题来了不知道。世间事往往都是这样等到最后知道的时候
已经后悔晚矣啦，太慢了，来不及，来不及了。那么到这种情况是实在是很可惜啊。修行本来就是要求了生死，碰到这种情况啊，结果是造成这个将来无间地狱之业，那是非常可怕。不过要修行到能够破响应啊，是不简单的事情。别要说是破响应啊，色受色就很难破啊。因此你要等到这个能够破响应的功夫，那是非常非常的下过一番死功夫的人，恐怕也是多生修来啊。这个人最怕什么呢？最怕心里有邪气，地方欧赖耶识里面有邪气。所以呀，我们学佛的人特别要注意哈，那些邪魔邪气的东西呀，你不要搬进去。邪魔外道的东西尽量少看，尽量不要存在这个地方欧赖耶识中。如果你心里都是一些佛陀的正气，除掉八正道之外没有别的，那魔无从入心，他也没有办法破坏你啊。因为一阵压天邪啊，这个阵法它是能对治一些邪法的。如果你有能力时时控制住自己的心，不会发生这个问题，那么应当是能够安然的破除这个响应。要到破响应的境界，那是很不容易，那没有相当一番功夫是不可能啊。我们现代的人想要达成这个境界，当然是很少了。所以现在的魔王啊，他天天都在睡大觉啊。为什么？他看这个世间修行的人很少，一些那个名为修行的人呐，差不多都在为名为利啊，都是在做事业啊，对于真正修行的心很少看见，谈就很少谈到，别说要真正修行啊。所以现在的魔王啊，闲住无事，他一天到晚都在下棋呀、喝酒啊，嘻嘻哈哈过日子啊。为什么？他看世间人都不修行嘛，不修行他还满足啊，他的子孙蛮多啊，都是属于他的母子母孙啊，反正你总跑不掉的啊，所以他很高兴啊。真正发心修行的人实在是太少啊。现代到了这个末法时代，我们这些业障众生啊，一天到晚就是为了这个衣食住啊，就是忙得不得了，无论在家出家都差不多啊。所以因此这个真正修行的人呢、是可以说是了如成心啊。那么既然如此啊，会达成这个境界的人这可能是不多。虽然不多，经文不能不讲啊，必定要知道啊。就是没有到这种境界，没有到破响应，可是有很多事情我们在平常时都会发现，都会有，你看到后边就可以知道啊。第三种是参气和祥。前面这三种啊，都是在自己修行方面下功夫，只是发错了心，就是那个贪要不得啊。又善男子，受印虚妙，不照邪力，原定发明，这就是重复说明他受印破的境界啊。三摩地中，心爱绵文，成其金丝，贪求契合啊。你看每一段都有这两个字，心爱啊。都发生有这个润生无明，都有贪求，这个贪心是根本烦恼啊。他都发生这种情况，魔不来才怪呢。他在正在修三脉修法门自信的时候的，突然之间心里面爱绵文，绵文两个字怎么说呢？绵是绵缘啊，缠绵相续，没有间断的意思。他
他很希望啊，很缠绵的希望求证这个真心离体，求到这个真如自性能够跟真性能够契合，所以他存其心思啊，贪求契合，存是静，把心静下来，专一，心是专一，存一存一些思维，这个东西不能用思维的，他用思维就已经错了啊。专一些思维，贪求契合，要跟个要跟这个真如自性如来藏契合，气是相契，合是吻合，想要跟真如自性赶快契合，殊不知真如自性数穷恒变啊，他是无所谓契合不契合，你想契合反而不能契合，由此引发这个魔境啊，这是很可怕。本来是一番好心，想要赶快成就啊，就是说希望能够开悟了啊。这个贪求契合，如果你觉得很难了解的话，我们不妨简单说，希望赶快开悟。贪求赶快开悟之心，也是错误的，这个不能用贪的啊，也没有速成科，也不能快的，必定要按部就班，一步一步下功夫才行的啊。因为你心爱绵文而贪求契合，哎，天魔来了，而且天魔后的其变啊，非经妇人口舌进发啊，天魔就得到机会了啊，就派这个妖魔鬼怪啊，把这个妖魔鬼怪的精力就附在人的身上啊，他嘴里就在说话，其人十不觉之魔爪，一言自得无上涅槃。被魔所着的人，他也不知道被魔所着，他也就嘴里就在说他已经成佛，得到无上涅槃。来比求和善男子处，想要求契合的这个善男子的地方啊，来到他的面前，趺坐说法，你不是希望要契合吗？来，我跟你说法。其心其彼呀，听法之人外无千变，令其听者未闻法前呢，心自开悟，念念一意。我说那个契合就把它看作开悟，原因就在这里啊。其心其彼，听法之人外无千变，意思这个跟前面不一样啊。第一是魔附之人在变，第二是实这个魔不变而被这个听法的人在变啊，魔使他变。现在呀，不是外面变，而是在内心变。第三是变他的内心啊。临其听者未闻法前心自开悟，念念一意，使这个听法的人就是那个求契合的人呐、想要破相应的人啊，就叫他自己就会开悟了。你不是想开悟吗？叫你就先开悟啊。可是这个开悟本来不是这个样子，现在他搞错了。开悟之后念念一意，心里那个妄想的念头啊，也千一变异，千一变异什么？变来变去啊，比如说变神通啊，变化呀、各种情况出来，获得宿命，或有他心啊，或者他突然之间自己知道自己过去生的宿命，俗是过去就是这个贪求契合的人呢、突然之间会知道，就是魔附之人坐在他的面前的时候，他就突然之间就会知道什么？知道他过去生，知道他过去前生的事情，宿命啊，过去多生的事情，他会忽然之间浮现出来。那是真是假不得而知，因为没有办法证明嘛。那么这个是无论是真是假，都是魔在搞鬼变化，让他心里会有这一种感觉啊，或见地狱啊，或者是叫他看到地狱，突然之间好像在找天眼通，看到这个地狱里面的众生的痛苦情况啊，或知人间好恶诸事，这是好像如意通啊，又像他心通啊，
在世间人的这个好事坏事啊，什么人会遭到什么事情，他都会知道啊，或口说句，或者是嘴巴里面会说经，念一些句诵出来啊，像佛经里面的句诵一样啊，实际上是魔说，或自诵经，或者自己在哪里诵经啊，就背诵经文啊，各个翻译都未曾有。哦，这个共同在哪里修学的人都很欢喜，从前不曾遇无过。哦，这就是你想开悟嘛，就这有等于已经开悟。这个所谓念念一意啊，又好像知足守命了，又移到知他心了，又移到看到地狱了，有田野了，又移到知道世间的好恶诸事了，好像有天耳通了，好像有如意通了啊。或者是又会啊，自己会做偈颂了，啊，或者是会诵经了，哎，这些都是很欢喜的娱乐啊，从前不曾有过。这种事情他自己以为了不起，世人以迷啊，或为菩萨，免爱其心，破破律仪，前行难语，情况都是一样。一切迷惑以为是菩萨现身，啊，绵绵的在哪里爱着这个善知识，实际上是魔鬼啊，他这个心对他非常纯净，可是他已经升起邪心，破破律仪，潜心贪欲啊，跟前门都是一样。那么这个魔所附的人呢，这个时候他就说话了，说一些什么话呢，说些很怪异的话啊，说什么佛呀，有大佛，有小佛，啊，有仙佛，有后佛，也有真佛，也有假佛，有男佛，也有女佛，菩萨也是一样啊。那么其人见故，洗涤本心，易入邪悟。这个修行的人，想要破相应的人，看到这种情况，这个邪心就升起来，那本来的真正的道心，整个被他洗光了。话说不完，只好留到下次再讲啊，下次。护持生命电视台，邮政划拨，户名财团法人生命传播文化置业基金会，划拨账号19965232，19965232，银行账号，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账号012001197388，012001197388，传播佛法，救护生命。